持呢個參與嘅態度。咁咧，今日咧個講座咧就係求職面試啦。咁我哋好歡迎咧請到啊 Wilfred Chau 先生嚟到我哋講座當中咧為我哋主講。咁周先生咧係香港一間上市公司嘅人力資源部經理。咁所以咧，周先生對於呢個求職面試啦，非常之有經驗噶。咁我歡迎啦，亦都多謝啦，周先生今日啦嚟到我哋呢度分享佢嘅經驗，同埋咧俾啲指導我哋同學嘅。咁不如我哋請周先生出場之前，俾啲掌聲好唔好？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應該好少嚟呢個科上堂係咪？經常咧，我見大家咧好似入座嗰時咧，啊咦又坐邊度咧？咁啊，即係有啲迷惘咁樣樣。OK， 嗱咁誒，聽住翻嚟 ，OK， 好啦。一開始嘅時候咧，有啲工作咧要簡單啲咧，要大家做一做嘅。首先咧，同隔離個朋友咧握手先 ，OK， 握完手之後咧，唔係咁簡單嘅喎。握完手之後咧，呢個高仔做咩握手啊？你同驚女仔啊？你唔係咁怕醜啊 ？OK， 嗱，握完手之後咧，你而家咧同隔離嗰位朋友仔講，講一講下咧，你想揾一份乜嘢工作？嗱，而家咧，你將你嘅心中情咧，你又講俾你隔離嗰個朋友聽喎。OK， 你話俾佢聽，喂，你想揾一份乜嘢工作咧 ？OK， 想做邊份工？你想做好邊份工咧？揾工作啊！你先，大家一對口咧，你死啦嚇！應該我會問你個，因為OK， 應該咧我會揾你出嚟咧傾一陣OK， 又翻嚟啦。OK， 翻嚟啦。OK， 嗱講咗啦嘛，嗱一陣咧，我哋咧就會咧，即係邀請部分嘅同學咧。我哋好互動嘅，我哋就會邀請啲同學咧出嚟咧，同我哋一齊分享下嘅 ，OK。不過咧喺未開始之前咧，咁我就即係都介紹下自己先啦。今日個題目咧係咩啊？佢話係 Why and how to win a right job in the competitive employment market，OK。點解有呢個題目啊？點解唔係淨係敲啊？即係你平時上堂咧，或者出去聽啲講座啊，都係通常問話俾你聽，敲住乜，敲住乜嘅啫，係咪啊？咁點解今日有多個字 why 咧？知唔知點解 ？why 通常同學都係呢個答案嘅，唔知係嘛 ？OK，why 其實好緊要㗎。因為我哋喺揾工當中咧，我哋要知道咧，我哋究竟要啲乜嘢嘢？嗱，呢一點咧係最緊要。OK， 點解你要需要呢份工作，或者點解你要做呢份工作？嗱，呢樣嘢咧對你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。OK， 咁啊，不過未開始之前咧，咁我就介紹下自己先啦嚇。OK， 呢個梗係我啦。OK， 喺某份報章嗰度好耐之前嘅啦。OK， 咁啊登出嚟。咁啊，我啊1994年咧就即係讀 social science 嘅 ，OK， 讀社會科學嘅 ，OK， 學士啊。咁就啊，後屘我做紀律部隊嘅 ，OK， 我做紀律部隊，咁我做咗7年 ，OK。咁啊，做完之後咧，即係都發覺，咦，我係咪自己真係好適合做咧 ？OK， 人咧其實唔係好了解自己。你呢度在座有邊位想做紀律部隊嘅？舉手嚟睇下，一個人，兩個 ，OK， 咦，兩個啫喎，好似唔係好常見，應該問下你啊 ，OK， 再合作。咁啊，做咗7年之後咧，因為第一份工啊，咁啊，如果唔走咧就冇得走噶啦，咁所以咧就轉咗行啦 ，OK， 加入咗私人公司。咁之後咧，我亦都即係喺去咗英國咧，讀咗一個碩士嘅課程啦。啊啱啱咁啱走入行入嚟嗰時咧，就見到啦，
嗰間學校咧就係 Warwick，OK，University of Warwick 啊，係華威大學喺英國嘅 ，OK。咁啊，而家係一間建築公司，係一間上市嘅建築公司咧，當人哋嘅業務經理咧。咁啊，其實我都有教書啊 ，OK。我就喺唔同嘅學院咧都有教書嘅 ，OK。喺 Home Space 啊，喺其他啊城大啊。其他我亦都係科大，即係啲工程學系嘅 mentor 啊咁樣樣嘅 ，OK。咁到最後啦，有冇睇過啊？可能你係好細個啦，你嗰時幾多歲啊？十年前啊，你十年前幾多歲啊？你十歲啊 ，OK， 都冇嗰啲喎，可能八九歲 ，OK。嗱 ，OK， 咁啊，嗱，我哋讀多書，讀多啲書，睇多啲嘢咧，有好處啊嚇。你去玩啲。即係遊戲比賽嗰時咧，你隨時咧啊都會即係贏到巨獎啊 ！OK， 唔止五十萬嘅，仲有間樓㗎嚇 ！OK， 好啦，嗱所以咧聽住啦嚇，好緊要啦嚇。好，而家咧先做一個民意調查先，睇住啦噃。在座有幾多位朋友曾經去過建工嘅面試嘅？舉手嚟睇下 ，OK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哇，都有好多係咪？好，哥哥仔，哥哥仔，你見你見咩工啊？啊，聽我講住，啱講下你啫。你見咩工啊 ？Sales，OK。咁嗰次經驗係成功定係點樣咧？失敗。你哋同學咧搖頭。你失敗咧笑開心嘅啊！呢、這個咁奇怪咧，我哋啲香港人啊。OK， 你覺得有咩原因今次唔成功？嗱，我哋講失敗，我哋話唔成功啫。OK， 點解上次唔成功咧？我怕兩分。當真？咦？又幾？又兩分靚仔喎，真係。咁照計你靚仔，佢應該請你㗎。你啊，哦，原來係咁嘅 ，OK。我哋俾啲掌聲佢啦，佢見到兩仔。係咪有啲心理上面即係過分自信咗啲咧 ？OK， 唔緊要嘅 ，OK。咁啊，嗱，依個都好緊要喎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去揾工，我哋去揾工嘅時候。即係仲有啲朋友揾個工啦，可能都唔成功啦。嗱，如果我哋唔清楚。